我天，这什么情况？户口本都扔了。那个小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这是你户口本。你结婚了吗？没啊。带户口本。今天刚好带了。怎么了？哎，你这是？就你了。不是，这去哪儿啊？结婚去。What？ 咱们这就结婚了，我怎么感觉跟做梦一样啊？放心吧，我会对你负责。不行，我们还是回去离了吧。离什么离？结婚证给我。你以为除了你，我就没人要了？哎，你给谁发信息呢？你不用管了，结婚证给你，回头联系啊。不是，这就走了？我去。这车得十几万吧。昨天路过民政局，没想到被人拉着领了个证。老公，快救救我！那个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想让你给我打胎。打胎？我去，这几个月了？不是这个胎，是这个胎没气了。啊，你早说啊，我还以为要当爹了呢。你这比亚迪看着还不错啊，走吧。哎，你上来干嘛？车胎没气儿了，帮我推一下。哦，那个车修好了。谢谢你啊，老公。谢啥？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走，你不带我回家啊？去我家干嘛？咱俩是夫妻，还能干嘛？上车。家里挺乱的呀。啊，是有点。那咱开始吧。不是你干什么？你不用管了，你先去换衣服吧，等一下你不能动就行了。我去，这就开始动嗓了，不行，我来找他说清楚。哎，人呢？当半个地球外还有跟你。哎，你衣服怎么没换 我这就去换。哎，在这换吧。在这儿。嗯，怎么回事啊？昨天还好好的。别提了，我这没钱交租被人赶出来了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。走，再买一栋去。你当买白菜呢？我这房租都交不起了还买房啊？等一下啊，我叫小马，你开个货车过来拉下行李。这是货车？对啊，咱家都是这种，愣着干嘛？走啊。这是别墅区啊，要不我们换个地方。没事，来都来了，进去看看呗。你好，咱们想看什么户型？哦，我们就随便看看。咱这儿多少钱一平啊？我们这边有联排别墅和独栋别墅，价格不一样的。带我们去看最贵的。好，您这边请。目前这是我们最好的一栋，价格在2000万左右。行，那就这栋吧。哎呀，这才2000万呢，要不算了吧。不行，这可是咱俩的婚房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身份证给我。哎，你是一家之主，房产当然写你的名字了。哎呀，你就别逼我了，我一个男的怎么能让你买房呢？我说给你买就给你买，谁也不行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这套房刚被别人订走了。订走了？那咱去别家吧。1800万呢，眼都不眨一下就给买了。这算啥？刚才还2000万呢，还不卖给我，真是的。哟，这不是前女友吗？她是我，她未婚夫。老公，这才几天不见，不都行了？管你是什么看人，就这种穷屌丝，你也能看得上？不是，你说啥呢？瞧你那穷酸样，我怕你吃不了硬的吧？你之前不也这样吃的吗？我就是一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臭屌丝。别傻了，他说的对，我根本配不上你，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是不够漂亮，还是不够有钱？想撑点，大门人多了，为什么？
来领啊。好，我问你，你记得我生日吗？那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？看，我们根本就不了解，你说这婚结得不草率吗？不是不了解，但是跟你相处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。我承认一开始是为了气那个渣男，但现在绝对不是。你难道对我一点感觉吗？我好了，婚什么时候都能，但是如果咱俩真的能在一起，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你不是说你没工作了吗？我给你找了个。啥工作呀？这副总怎么样？这儿的副总、嗯、你没开玩笑吧？哎，你放心吧，每天做好一件事就行。啥事儿啊？陪我啊。你这不是胡闹吗？我先走了啊。哎，那你参加面试行了吧？贺明是吧？啊，青龙山。不是，你学历一点，你写的是啥呀？啊，那个是青龙山美容美发技校。那你的上一份工作是什么呢？在大润发杀鱼，顺便送送外卖啥的。不好意思先生，我们公司都不缺厨子。不是，我是来面试副总的呀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要当副总？你本事不大还挺想屁事，你要能当副总，把脑袋拧着给你当球踢。不是小李，他什么人你放进来了呀？咱公司又不是精神病院，送客呀。哎，你们，哎，我就不该来趟这趟浑水。哎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怎么又来粉我啊？哎，没有没有，恭喜您呀，面试通过了。真的假的啊？真的，刚才恕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了，请您明天一定要来上班啊。哎，一定要来啊。哎，你约我来这儿干嘛？面试通过了吗？通过了，就是那个面试官有点怪。给你看个东西。哇，给你准备的，喜欢吗？坐着干嘛？过来啊。我的天哪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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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干嘛呀？你可是副总。下面让副总给大家讲几句。这讲点啥呢？那个，大家都吃了吗？都吃的啥呀？你们看着我干嘛？董事长派我们来照顾你呀、啊。好家伙！副总让我来吧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哎，这椅子坐着真不舒服。哎，你们……哎，天宁不舒服，帮你按一下。不用，我出去转两就行。那样土包子也能当上副总，真不知道董事长怎么看他的。就这样也能一个月十万。董事长，副总找着。好，你们先过去吧。想我了？哎，你别闹，我找你有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我问你，你一个月给我开多少啊？10万。10万？太少了吗？那就20万。20万？不行就……停！你一个月给我开几十万，就让我天天坐着，别的员工看到了该怎么想啊？是不是他们说你什么呀？告诉我是什么？洛洛，我和你是认真的，你看哪有做副总天天站着茅坑不干事的呢？对其他人多不公平啊！我知道你不差这点钱，可是不是靠我努力得到的，这工资我不能要啊。你笑什么呀？我发现我好像越来越喜欢。昨天副总晚上回公司，发现一个原公司的闯进办公室，还把咱们副总给打了。你是？哎呀，哎，你给我站住！这样，你们每人打我一巴掌，我倒要看看那个人到底是谁。来，从你开始。哎呀，这个不是。哎呀，这个也不是。哎，你干嘛？那个副总，要不要也感受一下我的巴掌？去你丫的！打我那个是女的，你是吗你？那个人把我们副总推倒后就跑了，但我们副总看到他的腿。你们现在转过去，让我们副总看看谁推的。副总，要不我帮你去检查检查？一边逮着去。不是这个。
也不是这个，这个太细了，这个又粗了。你怎么不转过去？哎，疼疼疼！洛洛，你听我说，我真就是为了抓住昨天那个小偷。我看你就是为了看腿吧？真不是，你得相信我呀。哎，你还说你不是为了看腿？那是男人的本能反应嘛。走，跟我回家。若能再多看一眼，你这是？你不喜欢看吗？那你看个够。